不是宋老板，你这车停的，门都不给留一个呀！下来吧，这不得有点公德心吗？把道给人让出来。你这真是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，词儿挺硬。 你行不行啊？你就没有一个马仔帮你打个下手啥的吗？你一公司老板，你这自己抓耗子。你少废话了，那80台单缸发动机你还要不要啊？你觉得80台的、800台我也要。问题你得给我代理权呢。那就别想，根本不可能。除非啊，我在这建厂，还能再考虑一下。哎，你那个耗子要是买发动机就赠呗。 做什么美梦啊？啊！我这高科技产品，三不倒，老祖宗的祖传秘方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你啥时候听说把文化当赠品的？就你画的吧。孙和平，姓孙男，民族。别念了，卖耗子药的孙总经理，那谁不知道啊？啊！现在那边闹鼠患。 孙和平卖一包老鼠药的利润，超过了一台单缸发动机的钱呢。这叫不务正业。我们柴油机厂的进出口公司卖耗子药，啊，好说不好听啊。但是他的发动机和发电机卖的更多呀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占了我市海外销售的半壁江山，我们现在全靠他养活呢。接着读。 孙和平啊，性别男，民族汉，年龄40，中共党员，汉江大学机械动力系毕业，现任北方机械厂副厂长兼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。行了，别盖了，交着呗，哪能交着？来做实验呢，这试老鼠药的，这是。我说宋老板。 到底是想让我代理那发动机啊，还是我这耗子药啊？咱老朋友了，你给我交个底，我俩都想要啊，咱好好聊聊呗。那行啊，我肯定给你个最优惠的价钱。我不要优惠价，我要代理价。那你别想了，你在做梦呢你！我让你代理了，我们干啥？ 孙和平不会带着咱们厂的干部职工一块卖老鼠药吧？啊，龙副书记，这是党委会，你有什么意见就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好，直说。各位，我不认为孙和平适合这个厂长的职位。 我们是生产发动机的企业，不是大卖场。孙和平在一线车间没干过几天，他有什么资格当厂长？同志们，我们不能一切往前看，我们不能因为孙和平能赚钱，我们就把他捧到天上去。哎呀，现在关键咱们没钱呀，不是说谁想跑的。 是把人叫回来救厂子，这怎么说干就干啊？地方特色，你说你至于吗？啊，你有家有口，在这儿玩什么命啊？我也赖在这儿了。
我本地人，算了，一口大碴子味儿，我太太是东北人。你再说呢？我是私人，你代表工人，你玩什么？所以我这要死了，我那叫牺牲，我那是重于泰山呢。你死了，你那是要钱交命。行行，你中你中。那你告诉我，厂里没有钱，拿什么给职工开工资？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在座的谁行？你行还是我行？谁敢说行？厂子都要倒闭了，要完蛋了，没了。现在只有孙和平的贸易公司还在盈利，还在给我们输血。钱不重要吗？啊？没钱你打什么打电话？这个电话的长度你也少打了吧？给你妹妹。别瞎扯了，打电话。你住哪了？完了，把老虎打死了。电话，我给你拿。老书记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那里头什么情形呢？隔壁娶媳妇儿，放炮仗呢。半夜三更的，谁娶亲呢？我听着怎么像枪声呢？老书记，你这耳朵也太好了。这街头又上演着警匪大戏了。我现在啊，我太怀念咱国内的治安环境了。孙总，你快回来吧。你赚那点钱，救不了北极的命了。陈厂长，怎么了？咱厂子出什么事儿了？这里准备让咱们北极试点破产，党委会研究决定让你回来当这个厂长。哎，我钱书记啊，咱们厂子那么多能人，你再找别人吧。这是组织上找你，你不要忘了。你不仅是贸易公司的经理，你还兼着咱们厂的副厂长呢。啊，你年轻有为，党委决定的，不要讨价还价了，赶紧回来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晚上我可能我就牺牲在这儿了。别胡说！你往那边。我真没胡说八道。老书记，你听，你听枪声。说孙和平今晚不会牺牲在那边吧？子弹可不成烟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和平那小子机灵着呢，他就是不愿意上炮拉磨。上炮拉磨，龙书记，您这是把孙和平当驴了呀？驴怎么了？驴怎么了？驴能干重活，驴有奉献精神，驴能吃苦，驴有担当，忠诚。驴还能拉磨呢，这全给我干死了，比耗子药管用。我说咱俩这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
咱俩结拜吧，要不？得了吧，你别玩了，刚才没爆炸，一会儿再玩爆炸，我得卖了你。我跟你讲，你打电话我听见了啊。听见啥了？你们北极破产了，你不要回去吗？连夜走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不能要我说你，要不留下来？我留下来陪你一起卖耗子药啊。行，赶紧回去。我回去了，谁送你去机场啊？米斯特送，啊，我没看错你啊，讲究人，来。必须的，这咱都炎黄一条巨龙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买卖不一定不成啊。不是，你是说那80台单缸发动机啊，还是咱们北极那个船用发动机啊？我说的是这个东南亚这个代理权，咱都破产了，哎，不放手？哎，咱北极没破产呢。你说他要破产吗？不可能，有我在。这就不可能！你不当那厂长吗？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，什么要翻手，什么维语。那行，我改主意了，我现在回去了，我回去当厂长去了。啊，哼，那行，那不聊了，那这么着，我不送你去机场了，你早上去吧。要不然你给200块钱，不是人民币。我刚才白我白给你表扬你了，我。奸商，100。你不大公司吗？180。彭龙啊，哎，问你一件事儿。你说，我怎么听说你要调走，到市里享幸福去了？享啥福啊？就是为企业呀做点服务。您的消息真灵通啊！你跑的也太快了。老龙，你能不能留一留，最后帮我一把？您可别指望我，实不相瞒，明天我就要到市里上班了。保重。保重。车崩的，哎呀，行了，没给崩爆炸，算咱万幸了啊！也不咋好车，啥不好车？我宝贝儿呀，那啥，你说那事儿算不算数啊？啥事儿啊？给你们北极厂卖船发动机的事儿，算数啊？怎么不算数？质量不行，全退，我全给你退，拉钩啊！米斯孙啊，相信你吧，米斯宋啊，你终于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。喂，孙总，你在哪儿呢？机场？你还真回来当这个破产厂长啊？这个破产厂长不一定当，但家里的呼唤还是要听的。你想想啊，我要不听钱书记的，那钱书记也不会听我的。这北极贸易公司香港上市，那泡汤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孙总，你回来不是当厂长的事儿，是办你贸易公司上市的事儿啊。对，我今晚先飞香港。到时候想好再回去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一切顺利，孙总啊。哎。他跑到香港干什么去了？那就可能是没买着票到香港转机了吧。转什么机呀？他呀，八成是跑到上市公司委员会啊，去递交这个贸易公司上市的材料去了。这我觉得，马上打电话叫他立即回来，而且你要明确地告诉他，他这个贸易公司是北机场的贸易公司下属单位，他想上市，
我不盖章，他门都没有。好，现在就到。哎，好。钱书记，钱书记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上哪儿还用跟你汇报吗？钱厂长，这个你拿回去看一下。啊。钱厂长，我现在不是厂长了，新厂长马上就上任了。怎么，钱厂长，你也不愿站好最后一班岗了，也要溜了？不是，陈市长，我这个厂长啊是兼职，我又另请了一个高人来当北极的厂长。高人？啊。那个在海外搞贸易的孙和平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钱厂长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现在还有哪个高人能救得了你们北机厂？市里边拿北机做破产改革试点是很慎重的。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孙和平这个人，他真的有能力。昨天半夜了，从国外打长途，他说，一定。不辜负厂党委和市里头对他的信任和期待。还有啊，现在我们那个船用发动机现在大力往外推呢，力度相当的大。钱书记还玩真的了？哎，老龙不是一直想接班吗？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不是要破产了吗？干部人事下周就冻结了。他溜了，让我上套，真不知道这老龙怎么想。孙总，这你可错了啊！让你上套的是钱书记。钱书记可认准你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陈市长，我就是看好这个孙和平，因为他真的是有能力。您知道吗？你看去年他这个外贸公司，创汇6000万，都是美金呢，不简单呢。啊，我正要问你呢，好像你们下面只有这家贸易公司不亏损吧？不亏，每年都有利润上交。他还说要把这个公司弄到香港去上市。到香港上市？对。哎呀，这孙和平还挺有想法的。他太有想法了，他是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。我看可以考虑把孙和平的贸易公司从北极剥离出来。好啊，那我们北极是不是就不破产了？北极破产，贸易公司不破，独立出去继续经营。哎呀，我看钱书记这个态度啊，贸易公司香港上市这事儿是不可能了呀。孙总，我觉得你还是先回来一趟，你把钱书记的工作做通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咱们好好在这老磨道上拉这盘泼墨吧。不是，孙总，这末代厂长你要当了？不当，让老龙和田野去当吧。老龙已经溜号了。那不还有田野吗？田厂长。田厂长，哎，田副厂长，哎，我来。那个龙副书记好像走了是吧？跳槽走了，到市综合服务局专给咱做服务工作去了。听说孙和平林从东南亚回来了是吧？回来了。接下来北极怎么着，就看孙和平的能耐了。还是老钱书记厉害，找了这么个狠手来搞破产。谁说让孙和平回来是搞破产？啊，老赵，领导的意思，少猜测。是是，我就随口一说。随便。钱厂长，先这样吧，破产试点方案你拿回去，和厂里相关同志交流一下。等下周我和国资局的同志过去，咱们再具体谈。陈市长，孙和平今天就从东南亚回来了，您是不是先听听他的汇报啊？下周一起谈吧，不单独约了。陈市长，孙和平对重振北极是很有信心的。好了，建国同志，
回去吧。书记啊，你就别替我瞎吹了，我真没信心。不是，怎么还在抢包了呀，老书记？不抢你包，你不就走了吗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怎么能没这个信心？贸易公司，你这不是干起来了吗？厂党委市里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他说北机是不是破产，就看你孙和平的态度。你别替我瞎吹了，我说老书记，我没有当厂长这料，我跟你说，不行不行。你干不了，这个时候谁能当这个厂长？你说，你跟我说，老龙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一直想接你班，这不正好吗？你是不是以为谁想接我这个班就能接呀？我能把这个班子交给他吗？再说老龙不调走了吗？师傅，你这有意思没意思啊？你没意思。怎么还不回啊？他都几点下班啊？嗨，他不是给破产给闹的，找了个新厂长也不省心。新厂长？谁啊？你发小孙和平。他呀，我爸怎么找他当厂长啊？叫什么呀？你们当初一块上大学，人家是汉大三杰之一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汉大双雄。一个刘必定，宏远集团老板，还有一个杨柳，汉中集团党委书记。孙和平谁啊？没听过。你爸说呀，孙和平挺能干的，在东南亚做生意，风生水起。什么风生水起啊？不就卖老鼠药吗？不务正业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话你可千万不要在你爸面前说。他现在是你爸心头肉，你爸还指着他力挽狂澜呢。这不，这连夜要召开干部会，让他紧急上任。还力挽狂澜呢，不就是端盘狗肉上大席吗？我呸！哎，他女儿一会儿回来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你看看，白景义厂长还能有人给带孩子，你说这便宜占的太孙和平了。哼，这不是得给他解除后顾之忧吗？行了，不说孙和平了，说说你。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这回打算住几天呢？不知道，再看吧。什么话呀！你告诉我几天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还是我妈疼我。就差不多三四天吧。嗯，行。哎，那小高现在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，反正三天两头上医院。你说这小高年轻轻的，怎么得了这么个病？是我爸怎么会看上孙和平呢？这孙和平真不行。我怎么觉得你比你爸还关心北极啊？哼，我这是关心孙和平。你早干嘛去了？
你早关心呢，要不至于现在跑到红星厂去受这罪吗？我受什么罪了？像红星多好啊，比北极强。刘必定都过来投资了。有一个人肯定行，比我强。谁呀？刘必定啊，他原来不就是副厂长吗？正好啊。你是不是老鼠药吃多了？刘必定现在不是咱们北极的人了。对对对对，这厮早跑了，发财去了。所以说你要杀他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！啊，从小是我看你长大的，你说你从小在那个厂院里头，又是上树，又是爬墙、揭瓦、掏鸟蛋的，每天放学以后跟着我姑娘屁股后边屁颠屁颠。这和我当不当厂长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一个北极的孩子，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厂子破产吗？啊！何明啊，如果咱们厂子真的破产了，你想过没有，咱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不，师傅，你不带这么吓唬人的。我是吓唬你吗？把包给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不带这么玩的啊！再整上眼泪了还给我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行行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下面我宣布一项任命，根据厂党委研究决定。市委组织部的批准，任命孙和平同志为北方机械厂的厂长。欢迎孙和平同志讲话。简单先说几句。厂里的形势大家都知道，我相信大家知道的肯定比我多，因为我不一直在国外吗？厂子现在面临要破产，百年老厂怎么能说破产就破产呢？所以老书记给我打电话一说，我马上我就赶回来了。我赶回来啊，是接受组织的召唤，至于能不能当好这厂长，我心里真没底。我不是逃避困难，我是怕我干不好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后来，钱书记说服了我。钱书记说：“你是北极的孩子，你从小在厂院里面，你爬墙揭瓦偷鸟蛋，你一个北极的孩子，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厂子破产吗？”我不相信你北极的孩子能眼看着北极破产。我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北极破产。我相信所有人和我一样，老书记说的对，北极要是破产了，咱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的罪人。我最后说一句话：努力工作，无私奉献。老书记，我这就就职了，啊，这就厂长了，是不是太不严肃了？这会上都已经宣布了，你以为组织这样闹着玩的吗？
我真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做贸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学习嘛，啊！刚才你的就职演讲太精彩了，群众的掌声多热烈！行了，师傅，你就逼死人不偿命吗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也不瞒着你了，我老婆郑美丽跟我离婚了，嫌我一天净在外面跑，她带着孩子，人家不干了。郑美丽早就跟我说了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她说七岁以前孩子归她，七岁以后就归你了。她到美国去读书去了，那玲玲在我家都寄住三天了。郑美丽送去的？不是，这太过分了！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我没来得及时间跟你讲吗？我有这么干的吗？那在你家呢，玲玲。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走，把灯给我关了。跟你说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再结婚，我王八蛋了，我。愿意结不结？你说他一个大专生，他留什么学呀？就故意整我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跟他搞对象，你偏不听吗？他不抢花吗？那校花被刘必定给抢去了，我还不能抢个抢花？你是你，刘必定是刘必定，你总是跟他比什么呀？是刘必定现在厉害，我听说他要投资红星，一出手就10亿啊！哎，我还真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我们得去找找刘必定，叫他帮帮咱，让他从这10亿里头给咱们厂子拿出2-3亿来，咱们厂子就不能破产了。市里的意图很清楚，如果救不了的话，那只能破产。北极的历史就此结束，你就是北极厂的末代厂长，一个百年老厂在你手里完蛋了。不是老书记，你可真是疼我呀，把最后一个机会留给我了。我什么叫把最后的机会留给你？我这都末代厂长了，我还不最后机会？哎，秦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回来了，爸。哎，高强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是的。高旭回来了。建平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听说你荣任末代厂长，专程赶回来祝贺呀。祝贺，被你爸绑回来了。绑回来有什么不好啊？绑一个能改革破局的人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来。事情，哎，咱厂怎么又出来酿酒师傅了？改酒厂了？生产自救，办了个小酒厂嘛。你现在喝的这个就是，行了。北极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啊！我们孙厂长在东南亚各国都受老鼠药，钱书记在厂里面开酿酒厂。这不会喝死人吧？这我死了吗？不是，这酒我跟你说，别把眼睛喝瞎了。你看我眼睛瞎了吗？我都喝了1年多了。你让我当这个厂长，你眼睛那还好？就是因为我喝了这个酒，心明眼亮，我才选了你吗？
所以你眼瞎了吗？我瞎了没事，你不瞎就行呗。你这是政府批的，它怎么能是假酒呢？我喝着挺好的。妈，嗯，爸那自酿酒喝多久了？快两年了吧。那酒以后别让他喝了吧。怎么了？我刚闻了一下，哎呦天哪，差点没把我天灵盖给冲开。那味儿是有点冲。你喝了对身体不好。不会吧？那你让他少喝点。嗯。你以前不是挺能喝这个烈酒的吗？这酒才62度。62度啊？你尝尝，你这工业酒精兑出来的呀？什么工业酒精兑来的？我们这是从那个贵州请来的。你这开做发动机的厂子，你做酒，你说师傅你真行。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？怎么样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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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傅，你先别喝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在外头待了几年啊？怎么变得这么矫情了？孙厂长，我实话实说啊，为你当这个厂长，咱钱书记和厂党委是担责任的。征求意见的时候，包括龙书记在内，不少同志对你有质疑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泄气的话了啊。没事儿啊，田厂长，你说，我的气儿没那么好泄。大家质疑你，说你年轻资历浅。没在生产一线任过职，风声传出去之后，还出现了针对你的“大标语小字报”，是咱们钱书记让我们连夜给撕掉。怪不得你气儿都不让我喘一口，就逼着我上任。钱书记也是无奈，这不连你女儿都替你养了吗？哎，我可没替他养女儿啊，寄养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儿。就是要稳住全场干部群众的情绪。现在稳住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很重要，不然的话，会引起群体事件。这是市里面最担心的。好，维稳办长征同志的这个分析判断很重要，稳定压倒一切。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，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。综合服务局的意见呢？陈师长，我代表市综合服务局谈6点意见。新刚同志，你前天还是北基党委副书记，今天就代表综合服务局了？啊，党员干部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嘛。组织上净给你安排好地方。好，你说。陈师长，同志们，因为我来自北基。对北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所以我更有发言权。我认为北基破产势在必行，指望着一个常年在海外搞贸易的新厂长孙和平来挽狂澜于既倒，那是不现实的。现在的北基危如累卵，群众的情绪很大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北基将不复存在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我对北基也是有感情的，我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呢。下面我从6个方面说一下。要稳定干部群众的情绪，咱们就得先解决欠资的问题，是吧？你哪怕解决1-2个月的，让大家看到希望，否则啊，说什么都白扯。这话可说到点儿了，但是我说句实话，咱们账上8万块钱。所以说我们去找刘必定帮忙嘛，管他借点钱，他毕竟是从我们北极走的。钱书记，你约刘必定的时候，跟他说借钱的事儿了吗？没说，我怕他躲着我就不见我了。那就好，我太了解这家伙了，就是一只狐狸，狐狸不洗澡。这要听见有银子响动啊，那两眼放贼光。你要说碰到危险，那跑得比谁都快。所以啊，他在咱们厂子管财务的时候，大家日子都比较好过呀。是吗？他这连坑带骗的。你看啊，你们韩大三杰，
我们占了俩，你跟刘必定，而且这个刘必定毕竟是从这个副厂长的位置上走的，他就是个再狡猾的狐狸，我相信他也不会见死不救。哎，孙厂长，晚上你以老同学的名义跟刘必定多喝几杯，这家伙喝多了好说话。那还用你说？我今天打算往死里喝了。哎，什么 ？KV 的生产线着火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多选择时的执着，不顾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太多命案中的桥梁，谁能掷地有声地决定了方向？就算理想曾被深埋，有梦怎会轻易掩藏？勇敢去吧，迎着狂风的怒吼，别再理会荆棘和沙，吧，心中奔涌的热血将桎梏挣脱再释放，那昨天的自己，浮沉中的自己，向命运对抗，那无悔的自己，像孤单的英雄，不需要谁鼓掌。向前去吧。